旅程未必要有固定的景点，因为当下的路程已经是最佳的景致。海南人擅长烹调清真食物，以中式炒面为基础，融入黑酱油，慢炒的湿漉漉的，就变身为清真版的海南面。从西方海绵蛋糕改良而成的本土生日蛋糕，再次见证海南人的底气，善于变通，不死守常规。闽南加宝族的 Roti Canai 轻薄不腻口，咖喱中的椰浆和辣椒双倍浓郁。Ryan，Hello。Glamping 营地适合热爱大自然露营又不想失去任何生活设施与便利的人。来。葫芦顶没有葫芦瓜，却有最乡土朴实的客家菜。来葫芦顶每一道红来餐馆，如同入宝山而空手回。山林环抱的日乐物。地貌丰富，环境清幽，是亲近大自然的好地方。